水饺下锅，捞起装盘，热腾腾上桌。像这样一颗水饺才2.5元，卤味干面价格也超级佛心。这间位在台南南区的面摊店，便宜到超乎你的想象，真的超佛心来的，而且东西价格又便宜。实际点一桌，猪头皮、豆干、海带30元，韭菜水饺10颗25元，馄饨汤5颗15元，干面30元，四样全部只要100元，吃完保证你超级撑。做物件做用心，你做啦，会当吃，有人家吃，袂当吃嘛，咱袂使学过来的。业者一卖就是30年，坚持便宜，但用料绝对不马虎。同样铜板价动涨的，还有这里。台面上炸鸡排、黑轮片、地瓜薯，还有炸茄子，满满炸物琳琅满目。但最吸睛的是这个价目表，鸡排只要20元，一样20。啊，为什么啊？就厂商没有调涨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不会涨客人的，一量制价。20元鸡排不涨价，业者薄利多销。便宜美食不止在南部，转到台北万华。鸡肉一刀切下，装盘配上酱料超对味，再加上一碗下水清汤，还有这粒粒分明、咸香够味的鸡油饭，吃完超满足。而这下水清汤及鸡油饭一样都只要10块钱，它不贵耶啊！你看嘛，它那个下水汤才10块，而且还不涨价。对。我这哦，好多年了，超过一家子的老味道，民众从小吃到大。现今万物齐涨，不管是面店超便宜水饺20元鸡排，或是10元鸡油饭，都让消费者大赞超佛心。三立新闻陈渊、涂永全、罗佩瑜、江博伟、SNG 小组综合报道。